些。其实车子里面的骨子是想吃一碗牛肉面，把东西全部放上车，戴上手套还有安全帽，记得发动，调好龙头，只能吃一碗牛肉面。机场机车时速只有40，我们长夜很冷的寒风，等不及回到民雄吃一碗牛肉面。机场龙头停在新店，脱下手套，环境的闷，等不及直接走到在水一方的牛肉面，配着两碗牛肉面。你说是牛肉面，不是说是泡面，没办法，我们就是穷，只能买得起泡的牛肉面。回到家里，直奔五楼，灯光却冷都没有这么快，心里还却放不下，你去看着这样碗牛肉面。进三，打开电锅，几个调味包，四开酱油酱，通通倒下去，要准备一下，冲泡这碗牛肉面。热水只有80，不过下次就顺水向东流，那就很到位。盖上盖子，我们呈现我们的牛肉面。回到寝室。一切就有味，真正香味，我还把原先把心过来，各行行动，得到局势。牛肉面，竹节无相识。牛肉面，曾经沧海难为谁。耶耶耶，这个熬，这个熬，耶耶耶，两万六六耶。